你都多久更换一次瓦布？你知道多久要换一次瓦布才是正确的吗？看你能力吗？长知识啊！换过瓦布，把握三个原则：脏、破、烂。第一个脏，浅色瓦布最明显，只要握久了马上变脏，马上更换。第二个破，我本来握瓦布握久了摩擦久了一定会破，所以一定要换。第三个烂，球拍瓦布放久了，甚至你不使用它也会氧化，所以一定会烂，所以一定要换。偷偷告诉你最后一个，远离那些拿黑色握把布的人哦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远离那些拿黑色握把布的人，拜拜。